工地才下班回来，有点晚了。都是我忙的，做饭也麻烦吧。等一下我们就来吃吃喝喝。洗那个澡舒服多了。这里毛血火锅，又吃热米饭，你吃哪个？我都可以啊。我川菜两个，一个吃个热米饭，火锅就当菜，现在来煮起。大家会不会煮这个哟？其实很简单的，分别放下去，加入蔬菜，加水开始煮哦，把肉包加进去，倒入水，这个炒好了，咕噜咕噜在煮了哦，煮上1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今天呢，在工地上煮火炉还是有点累，来，给我按摩一下吧。啊。我要给你按摩，你给我按摩啊，我还不是累。来吧，给你按，给你按嘛。哎呀，轻一点吧。好好。按啷重爪子？人家受的伤哎，这气好大呀。这就是川少的家庭地位。不可以啊。好了，不要那么火炉，你看我们中国还家庭地位了。煮好了，肚子我忙了，现在开始吃哈。哇，这火锅好安逸啊！这是毛血儿啊。我也知道。先吃个毛血儿喽，大家看。好嫩啊！安逸啊！我这是梅菜扣肉。那是最先吃的。吃个嘎嘎，多好吃的！这上来都安逸哈，人也是中哎。来个藕片儿。这个又方便，又好吃，15分钟就搞定了。这是不得炒菜哈、啊！我也不炒的，你也不烧火。嗯。哇。好味的。有点辣哈。嗯。好嫩，火锅到处长嘴，可以了。这个梅菜扣肉啊，我们叫的烧白，大家有没怎么叫的啊？看嘛。有的地方也叫扣肉，你最喜欢吃了。是，多香的。今天晚上安逸哇，吃火锅配吃米饭，奢侈哇。我们都变懒了，晓得吗？管了你哦，反正是吃你高兴就可以了，快点吃。来，喝一口火锅汤嘛。哎呦，不喝，太辣了。哎，你要喝了，那么辣。都安逸呀。你才是真的勇士哦，吃火锅还敢喝汤。我就干了。多辣。来，毛肚儿啊。哪个毛肚啊？就是太小了啊。吃的也差不多了，今天的吃火锅配吃米饭，还是安逸哈。安逸，多好，多好吃的。喜欢我们视频的，给我们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哈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